听说过大动词了吗？你知道 Samantha 爱了他，我跟他在一起。你没有礼貌，你就放心，你误会我，你得罪我，你我做什么？你侮辱我，你让我没面子。我给你一盒茶油。谢谢你。哎呀，我没有礼物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还不太了解中国传统。什么？除了我武术，我也学京剧、书法。我很喜欢古老文化。他不想念你，他跟 Brian 约会，那里说不定他的女朋友。如果他们结婚，我怕这个情况。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告诉他们。啊，对。大壮没事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抛弃来我的外婆。我羡慕你。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我要去南非乡下陪你，可是我没有钱。哦，你安心，我可以寄你一个纪念品。啊，谢谢。那是有名景点，我会拍照片。等一下。有了新男朋友，但是你不要忘记老朋友。大壮，什么？他快回来。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他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被你抓得更紧，拥抱。